我的枪呢？这些照片难道不用被检举吗？妮妮的po文呢，也非常的高追。还事情应该就是抓了一只杰尼龟。杰尼龟，杰尼龟，杰尼龟都变胖了，而且现在要怎么战斗？杰尼龟都跑不去马背上，在快起来！杰尼龟怎么叫？杰尼龟怎么叫？不是，是杰尼妮，杰尼妮，杰尼妮，杰尼妮。他应该看的都蛮开心的，因为大人小朋友都喜欢，剩下宝贝的部分，小朋友哪里喜欢呢？最新款天竺鼠大车车，哇！天竺鼠，他po这个上面写眼睛闭闭要动手术咯，合理的点是什么？哇！被检举多次，曾经是今年的第八个账号，让你上第九个，我要生气了啦！检举，检举，快检举！没有带手机啊，检举！我们看下去，我们可能不生气，我过得去，我弟弟也会生气。你如果过得去，我就先检举你。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单押600多次了，哇，太强了啦！我跟你讲，我们在 IG 上面有很多次会被检举的哦，应该的。举报有条件的，看一下，来来来来。首先你如果是垃圾信息，一定是把它删掉嘛，对不对？然后裸露性行为内容、仇恨言论、包括各式各样叮叮咚咚什么都有。针对的第二点，第二点是裸露。我们就是非常的不高兴，因为裸露会造成。我没有很高兴哦，对啊，裸露没有资格被举报，造成我们的仇恨，真的。还有洛丽塔在这当中经历了相当多的暴力与欺凌和骚扰，都有，对，霸凌了。网络霸凌，甚至到自残的阶段了。李毅已经会有自残跟饮食紊乱的状况，还有侵犯知识产权，对，这都很严重哦。然后诈欺、诈骗啦、虚假啦，这些销售违法的，这些都很重要。但最终呢，很多时候我们检举也只有一个理由，就叫做没有理由，只是不喜欢。我跟你讲，罗丽塔上次看到一个穿高领的女生，她也按不喜欢。为什么？因为她就是漂流，就是不喜欢。那个高领的那个女生胸部很大，穿高领毛衣更夸张，而且那个幅度毛衣的幅度太大。对，我们穿毛衣就是臃肿而已，胸前紧。而且她明明穿高领，然后旁边给我开全露。对，这个一定要是冬天来下的办法。这个就是新的网络文化，就是吸引大家，我们必须要去面对它。来。第一位是在这边，安西小姐，她这个她，我们先看她的po文哈，感觉很合理。最新款天竺鼠大车车，朋友敲完一直叫我拍，然后还笑脸。天竺鼠车车 ，biu biu， 但拍完感觉有点像羊。有，看起来蛮健康，感觉 OK 啊，好像很健康哎，很健康嘛哈。对啊，贴文很健康。就哇，怎么啦？天竺鼠。像花吗？这很猛哎，而且它是 cosplay， 而且这个是暴力，因为它对小朋友来说是一个毁灭童年，真的，小朋友点进去看到天竺鼠车车，真的。留言呢，我要上这台安西鼠车车，太坏了！我好像少了安全装置，你过来，我保护你。什么什么年度最快车车就这台，求是成。你们相信吗？本人来到现场，这样子来吗？来，然后我们来解释一下，他被举报有没有道理？他那边谁？我们待会儿就举报，好吧？以前的欢迎，安西来喽！哇！但是它有32F， 太夸张了。粉丝数121万，这一张照片为什么用这样来呈现？这有什么好为什么的呀？没有，他搞不好有他的想法。有啊，对，一定有的，一定有。日本女生有拍一张这个啊，然后因为台湾人还没有拍，然后我的粉丝就叫我拍，想说好玩，然后你就拍了，对，应该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就只剪一剪嘛，对，3分钟吧。为什么我粉丝没叫我拍？没有人叫我拍。没有人叫我们拍啊！没有，我觉得怎么会
没有安心一定花很多功夫。同胞竟然还有其他照片，还有还有，来请看。哎呦！哎呦！哎呦！哇哇！这你们知道吗？哎，不是，等一下，我们回去刚那招哪来的？哎，他 po 这个上面写眼睛闭闭要动手术喽，合理的点是什么？没有，他是在提醒别人看到这张要闭起来。哦，对，还然后这个是这张可爱的，这个是会员要加起来，可是是穿鲁夫。对，哎，会员，那你拍这些是为什么要加你的会员是什么样？哦，那个是 YouTube 的会员，因为我拍照的时候我会顺便拍那个 YouTube 影片，可是因为尺度比较大，可能要加会员。那你一定在加会员才能看到隐藏的画面。但是他已经被检举过、举报太多次，这是他经营的第八个账号。哇，第八个还可以到121万，让你创第九个，可以开公司，可以开公司。第九到第150都被关掉。前面是怎么？是被停掉吗？怎么了？直接被停掉，直接被停掉，账号就不见了。对，所以不要检举我，拜托。谢谢，没办法，没办法，这个太暴力。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觉得这种这是哪一个逻辑？不会被举报啊？对啊，不会啊。怎么这么？我跟你讲，这个当然要被举报。到了法院里面都问一件事，什么？你为什么杀？有没有动机？哦，对对对，你犯案动机，你拍这些东西。动机是什么？只为了帮忙无助少年吗？我这样站在这里会看起来像身材很好吗？看起来像你屁股露在外面。这个不是的，这个要反过来，没有这个要反过来，怎么样？可以。哎，意外很合，你大到比我屁股还大，我的妈了，怎么回事？好来来。犯案动机，好吧，这很重要。你什么动机嘛？听他好好解释一下，好不好？我只是觉得很可爱，我就想要拍。你可爱吗？可爱点在哪里呀？你气不气？哎，你有事吗？不是，因为我发现他你有事，你有试过吗？不是，因为他扮的都是卡通人物，你知道，对于我们这种。哦，没有小孩的来说，我朋友有小孩，就是对小孩来讲说，这是多么大的一个伤害。对，小孩在说我在看天竺鼠车车，不是这一台车。安西办的这个天竺鼠车车比真正天竺鼠车车还软。怎么样？等等，你试过吗？想什么？看试过的，看起来哦，看视觉。天竺鼠车车的本意是要那个大家遵守交通规则，他。这个样子怎么可能遵守？一定造成车祸。没错，安全气囊放外面。这个是已经出车祸了。各位121万的粉丝数，对呀，公与虚之间，没有人看他怎么会经营呢？好吧，只是生意做的比较大而已。好吧，大生意，谢谢安琪，谢谢安琪。哎呦。看这页是 Lina 来担当那个 Lina， 他那个贴文已经很母汤了。来，他说爸妈要你放假别打游戏，多亲近大自然。来教我又大又自然。超级母汤的，这什么内容啦？阿玲啊，哦不念了。哦，寂寞难半球啦。行啦，哎，可是我觉得这个比刚刚那个可以原谅，哎，是可以原谅，可是因为他。贴文就不行啊！贴文是说大自然，就进来是这个又大又自然，又大又自然，他讲的完全。以前最有名的一张照片有没有？台大校花全裸，点进去看，哎，真的台大的校花，是真的一朵花，还记得这个吧？他没有说错，也没骗人，没有骗人，没骗在正确讯息。来，一起来欢迎 Lina 出场。Lina 168升为32，我有。男性观众，你能不能在乎女性？你们能不能冷静一点？这边脸已经臭成这个样子，对吧？二号，请起立讲话。二号，二号，二号，怎么样？跟他拖一下。看了有没有生气？我输了。好，输了，输了。不不，我们也知道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输了你，点什么歌？世界太高太高。我们现在情绪很大哎。他的工作就是直播主。而且也是个 model， 所以合理。IG Instagram 43.5万，哎，所以你最主要就在经营 IG， 就是做 model 或者直播的角度，是什么？对，那我们看他其他照片哦。其他照片啊，天太冷了。
么事？来我被窝里说。哎呦，你真的很辣哇！哎呦，天哪！你叫无理，我叫闹，这样我们就可以无理取闹。哦，你很喜欢太夸张了吧？你才是我初恋，他们只是排练。哎呦，哎，这个也这个很撩人，初恋排练哪来这些撩话？从哪里找来的？对啊，刚弄的出力气还没点啊，上网找，自己找或者是上网找，然后自己想一下，怎么会想到走这样的路线呢？对啊，嗯，为了经营账号，经营账号，想要让你的 IG 的人更多，对，但是可以不要检举我吗？不会啦，真的，我就是十几万的，我发现他今天 style 跟洛丽塔长得一模一样，哎，真的，你看发型也一样，发型好像也画起来了。是什么？洛丽塔要进行演唱会环节，快点，你赶快过来！你们一模一样。你这种小套房敢对上这种四房二厅的豪宅？感觉豪宅。检举宪哥的账号。检举我干嘛？不是检举啊，没人理我嘞，对不对 ？Oh my god！ 那你走这个路线会不会遇到一些怪怪的人呢？好像有厂商就是要应征我做他的那个网拍，但是是骗人的，就他要穿内衣，然后就是做影片给他旋转给他看，旋转给他看，旋转，你是说穿内衣头转吗？旋转，穿内衣头转也太累了吧，好强，把你当做蛋糕就对了，就购物频道会有的。走这路线，他有他无奈的地方，以前是展场了 ，show girl， 嗯，后来是什么？因为疫情是吧？就 no show girl 就没有工作了，那所以就只好就歪歪就做直播，嗯，哦 ，OK OK， 好，说的好像你是被逼的，对啊，他讲到有点委屈。你直播是唱歌还是聊天还是哪一种的？聊天，聊天，聊天，穿这样子直播，甜美聊天，没有什么特殊才艺啦，有啦，人家就听他轻声细语的。你有没有考虑，如果一个男生跟你交往，然后知道你的 IG 上面通的是这样，你觉得他会是真心的吗？如果是喜欢我的话，他应该会了解我这个人。奇怪，跟他讲话，我会突然间拉衣领。要不是你穿这样来吧？他不会，我应该是你的菜，对不对？嗯，对。太直接了吧？来，你怎么看大飞？我发现他比照片还漂亮，哎，失恋对你有打击，对不对？就是我发现大家都长得好漂亮，真的很好，世界很美好。练了他失恋，空姐，哎，这种男生绝对是不止按赞 ，IG 现在有个很棒的功能是可以收藏。你们变态，你们都有收藏的照片吧？你不要推给别人，不要推给别人，大声。那个收藏的里面全部都是好看的照片。Lina， 来，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哦，很高兴认识你们，可以不要检举我。不会，不行，我跟你讲，你要对一个人讲，就只有他了。没有要检举，只有他会检举。来，罗丽塔生气了啦，检举检举，快点！按赞都来不及，还检举？对啊，一定是检，没有带手机啊。他有检举，直接点起来。Lina， 对不对 ？Lina， 来来来来 ，Lina， 来来来来，检举。组织暴力检举完了耶！不会啦，不会，好，清楚做业什么？哇，你还真的检举啊？安心，你一号也要补检举，一号检举，检举，理由是什么？理由呢？理由是什么？理由是什么？理由那个暴力，我觉得有侵犯知识产权，侵犯知识产权，你侵犯了天竺鼠车车的知识产权，你是多反社会啊？现在这个不太能检举。关于智慧财产权的咨询，你回去侏罗纪公园呐你！结束啦！好，张雨欣。好，张雨欣，问你喜欢开什么车？你说不开 C， 也不开 E， 也不开 S。你说你就喜欢看我自己开车 ，You can confess directly 什么？阿达卡安达马虎。什么意思？有无照驾驶。无照驾驶，无照看到关键字，看到关键字了，一二三，真的不行啦，这是欺凌骚扰了啦，这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先检举，先检举，确实，你看翠哥，你不准插口水哦，你刀下留。
丢人，到底等一下，等他出来解释，他一定有解释。萝莉塔，如果说今天八位每一个比你大，你都检举，那通通要检举。不是，就是就是该检举。不是，不是，等，给个机会，萝莉塔出来，我们给他机会，说不定他只有他没有下半身啊。对对对，这样可以，这样可以。等于是网红界的以武扬化。可以这么说，一起来欢迎我们张雨欣出场。欢迎张雨欣，34F 24 38。哇！哎，你好。哎，还有其他照片我们可以看看。哦哟，也是粉丝有61万人，我六十哦 ，OK 哦。啊，你什么都了解，唠一点英文是怎样？我有去看我的后台的分析，我粉丝有大概4个国家的语言，我就分析让他们看得懂。哎，贴心，哇，好贴心！哎，所以刚刚我们念那一句是什么语言呢？阿达，马来西亚文，安达摩阿马胡，马来西亚文，因为我马来西亚文，马来文，马来文，很贴心的。私讯我说，哎，你会马来文？然后他说，你每次就是上面的照片的意思，我都看得懂。你很贴心，你会，你是马来人吗？就会反问我。对，我觉得这样很棒。结果他是有交过摄影师的男友啊，对对对，是先是男友变成摄影师，还是摄影师哇变男友？这过程很快速吧？不一样的，顺序问题。应该是工作上认识的，然后后来就变男朋友了。对，是这样。先生，不错，变男友。其实这张拍得很好，我觉得。对。这张有一种那种变形金刚女主角的那种感觉。哦，对对对。你们讲话都很夸张。这张就很养胃了。这是迷豆子。这是迷豆子，你看他是连14都画下，还有一个骷髅头。可是迷豆子的两腿之间是放了什么？骷髅头。骷髅头啊！不是很厉害啊？对啊。迷豆子。迷豆子是 baby。是吗？迷豆子生宝宝，迷豆子打败坏人了，打败坏人了，骨头。迷豆子他就是可能就是太饿，然后把人都吃掉了。对，他有在看漫画，他不是乱 cosplay 的。OK， 所以是 cosplay 啊。那你拍一些照片有业配的角度吗？别的厂商也是类似电玩的，然后也有电玩都这一类居多。对，因为他们身材就很像漫画跟电玩。电动人物，但你也乐此不疲，对不对？感觉很被很多人注目的感受，对不对？嗯，先检举好了。就你也乐此不疲。哎，等一下，刀下留。刀下留人，解释完，听他解释，他就在紧张了，你还要下场？只是一个成语不懂而已，你也要检举人家？不是成语，不是，是他刚刚那一个字，对不对？萝莉塔那个，不行，对，不行，不行，生意磨人，一听就知道需要检举啊。经营嘛，要经营，对嘛？你今天一来，我跟你讲，粉丝少说多20万，太厉害，因为身材太好了。好，那先请坐一下了啊，谢谢。下面一位叫做妮妮，是的，妮妮的 po 文呢也非常的高追，他说什么？来哦，白色情人节抓了一只杰尼龟送给大家 ，tag 你喜欢神奇宝贝的朋友吧。等一下，我们先想一下，白色情人节应该就是抓了一只杰尼龟。杰尼龟，哇，那这个会被检举哎。来，1、2、3，杰尼龟。哇，哎，这个起安心啊，这个天主鼠车车有的错。哎，妮妮就是文跟图是一样的，他确实是抓到了一只杰尼龟。你没有想他没有讲错，杰尼龟有开心吗？当然啦，杰尼龟被绑住了，不行啦！你看杰尼龟笑成这样，他还不开心。杰尼龟怎么叫？杰尼龟怎么叫？杰尼不是，是杰尼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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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死了！各位，你们有没有发觉这张照片的玄机？因为这张照片不可能一个人完成哦。对。可能绑了又对，所以要绑的人，然后要拍的人，所以这很可能是集团犯案。要检举，要检举。一起来欢迎妮妮出场。妮妮身高153，体重50公斤，三围是32F。56万呐 ，followers， 但是他的 occupation 是创作者。对，你创作什么？Instagram， 然后 YouTube，
的 TikTok 影片，对，影片照片工作者，哎，照片工作者就没有，所以他这一个反而就是他就是艺术照，没错没错，他必须创作。有没有进去人家打开之后看到说，哎，杰尼龟怎么是长这样？没有啊，我觉得大家应该看的都蛮开心的，因为大人小朋友都喜欢神奇宝贝的部分。小朋友哪里喜欢？宝可梦现在小朋友最爱。5岁以下，刚断奶的会喜欢。对，5岁才断奶，太后面了吧？我喝到7岁了，这有什么好骄傲的？可怜阿妈。创作这个创作多久了？大概1年的时间，就是从拍 YouTube 开始。156万哎，很厉害 ！Oh my god， 帮我经营。那如果在这上面，你超过约莫是差不多50万左右，就有所谓的商业价值。嗯，对呀，有因为这样赚到钱吗？一定有的，不然没有办法养活自己，是吗？对呀、啊，而且他很特别，他是有那个 VIP 粉专，也是要付费的吗？哦，对，算订阅制的一个平台。嗯，付费才能进去，付费后解锁。这个没错，那没付费的广告版就已经上了啦。那进去里面有没有？这很正常啊，我应该是在场所有人里面全包的。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没有漏啦，对啊，我整个人是就是普通的抓一只杰尼龟给大家很重的那种。这样还好了吧，罗伊塔？不是这种东西，你做那个杰尼龟，你看他的下巴变屁股下巴了，你看杰尼龟开心吗？不开心。而且杰尼龟都变胖了，而且他要怎么战斗？杰尼龟。回不去宝贝球，因为太挤了，挤不去，真不行。你探讨的问题好实际哦。这不是杰尼龟，这是台湾庙会里面的米姑。我不管。杰举你，杰举你，快点！杰举会卡眼呢。不要了，哎，不行啊，你什么都检举，没有露出你要检举。因为他那个身材已经好到像是2只小火龙在对看，嗯，就他已经不是1只杰尼龟了。现在2只，你以前有被检举过吗？我曾经被检举过1只影片，因为那只影片是就是跟安西一样，他是日本有女生先拍，然后我们就觉得有趣，然后毕竟是创作者，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可以带给他一些乐趣，然后我们就拍了。对，然后那时候是发起一个挑战，就找蛮多朋友们一起拍，然后想说可以剪成一支 YouTube 影片。好，结果可以看吗？上架半天它就被下架了。真的吗？我有多长？有多长？几秒而已吧。几秒？几秒还可以被下架？就我换完图以后，就想说顺便拍一下。没了。我们想看那个铅笔怎么喷。这是后置的吗？没有没有，真的可以，你们也做得到。不可能这么硬，你也太硬了吧？他讽刺我们。李毅不相信，对不对？李毅做一次看看，试看看了。拿麦克风了。第三对肋骨会断掉。那算了，那算了，你冷静，你冷静。好，谢谢李毅，谢谢。这没有办法，这个就是网络的世界，它也就是这样。来，下面一位。好，接下来这位是 Bella， 他写的非常简单，保守一点，穿套头毛衣。套头毛衣，套头毛衣，套头毛衣，我来看他的下机下景，准备好了，套头毛衣。三，保守一点。套在哪里？把我的头套起来。哇哇，就是这个。把我的头套起来。有他有套起来。这种对不对？一起来欢迎贝拉。14F， 到了啦！哇，好啦，去哪里买这种衣服啦？哎，你真的完全不能乱动哎！其实它就是一个走台步，你怎么搞得这么庄严肃？对啊，对啊，对，它好严肃哦。很像观世音菩萨。还有其他照片，我们先给他看一下，好不好？好好好。本身是打包带走，本身是没有衣服穿，是不是在家？哎呦，主要是他自己就是精品的。哎呦，到哪都是流浪，超不合理的。到哪都是流浪，什么意思？这意思什么？什么意思？它其实是一首诗。那跟你这照片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在隐喻，就是我的爱情，就是其实到哪里我自己都觉得很孤单，好可怜哦，真的好可怜。可是你身材那么好，怎么会爱情很受伤呢？就是没有，是很顺，就是一路上都没有人，很顺，没有人，很畅通，这样爱情路上很顺都没有。你这样子最好是没有，因为自古红颜多薄命嘛。有时候你看这个女生长这么漂亮，不不，是说实在话，这女生这么漂亮，大家就看啊，一定有男朋友，没有人敢碰啊，反而不敢追了。啊，你看这张
保守一点，这样会不会炸了你？而且好瘦哦，超的不行，这个修图紊乱，你是没有你本人就本人就是这么瘦，最近变胖了。哦，哇哇，比喻不要生气，比喻没事没事。的言论呢？你我这样看一圈，我真的觉得没有理由啦，只是不喜欢，就是。OK OK。他很喜欢穿很性感，连出去吃饭什么，你都是走这个路线的。是吗？真的。我就是连倒垃圾啊，或者出去买那种小东西 ，Seven 我都是穿。这算保守吗？这算保守。等一下，老师老师，你会穿这样子出去吗？冬天套头毛衣该不会都长这样吧？你有正常的套头毛衣吗？这件其实是它里面要穿那个最近流行的那种衬衫，男友衬衫。对呀，让你单穿这样。结果男友把衬衫穿走了，在家自己就穿。好了，先检举。喂，什么说的了？这是什么好检举？检举的，检举的理由是什么？对啊，检举理由，你要有理由才能检举啊。他真的太瘦了，我觉得他饮食紊乱。对对对，饮食紊乱，真的这样不行，危险，这个危险，他的健康。对，检举了。他这样说好像也是没话想对他们说啊，可惜。我好难过，因为我经营蛮多年的。你看，你看，我走心了。你这样，哦哟，哎，老李，多快一点，多吃一些，不要这个样子。人家星星，女生就是要把自己最大的优点秀出来。对啊，时代不一样，以前阿嬷那个年代，拜托露个脖子太多就被咬了，真的，是吗？现在就不一样，太大了，她身材全程只有脖子没露都不会被咬。天，好棒，套头毛衣。那个男朋友能接受你？单身两年了，两年。那上一个为什么会分手？我不珍惜，为什么你多不珍惜？好大方啊！你多么不珍惜？你怎么不珍惜这一段话？我有现场有些朋友要听一听。因为我说，我觉得分手两年之后，我回想，其实我都在检讨是我自己的不对。哦，你的不对。对，因为他很其实对我很好，很爱我，然后我也对他很好。但是因为我觉得女生有时候就是男生宠你，你就。继续恃宠而骄，对对对。后来想一想，觉得好像其实是我不对。嗯哦，所以两年之后他就会知道是。你也太难听了吧！你假哭个屁呀！当艺人呢，其实是辛苦的。辛苦的。有时候我们还要在自己的伤口上撒盐。撒盐。那你会介意，就是说跟圈内的男生交往吗？对，跟男明星。男明星应该看不上我吧？那公爷。喜欢呢。好 ，OK， 男明星看不到，那会介意跟乐师交往？男乐师，我们这边好多个。我有男乐师，他们要我问，越来越远。各个有把握，我不看外表。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他的条件出来，条件什么什么？我不看外表，就是 OK， 四个都可以。我对男友有一个条件，就是他绝对不能帅，不能帅，那不能啊，那这样谁要？那就排我条件，糟糕了，你们通通都有机会，有机会，还有机会，你们都好有机会。你长得最像杰尼龟，对，杰尼杰尼，知道哈，知道你杰尼杰，好烦哦，好，谢谢贝拉，谢谢贝拉，谢谢，哎呦。下一位来宾，他的名字好特别，看到眼睛好酸了，是为什么？好了，再来是甘莲的，甘莲呢？他写的是来来，我们有贝拉会帮我们撕啊，贝拉妈妈，甘莲吃了，别人爱你只是想弄乱你的床，我不一样，不一样，沙发、厨房我都可以，我这个摆明了就摆明了，行啦，好，一起来看，太辣麻烦了，二，这个角度。全场空气突然安静，我三不出来，一、二、三。中风是发春了，哎，他侧边很厉害哎，人家侧边都很，他的侧边是怎么了？好了，留一点那个好不好？对呀，盯一下啊。Scare！ 我真的，我想揍你。不是啦，这太过。
太过分了一点，这现在就强强也都穿这样，你怎么没有在那死 gay 死 gay 的？强强的衣服，对呀，强姐都这样啊。为什么叫干脸呢？因为我觉得干脸很好吃。哦，只是你死 gay，我也很好吃。还有一些照片，他看一下，看一下。什么？就是画腰、画腰的。现在这个谁帮你拍的？这是闪到腰的时候拍的。工作啊？什么工作需要做这个？不是，就是拍照结束的时候，工作人员帮我拍的。哦，好玩啦！这是最近流行的，网络上挑战你的腰有多软。漫画腰，漫画腰，漫画腰。哎呦！我家的猫一直后空翻呢，你想来看吗？想，我想看。想，想。陪你过年，可以可以，大年初二可以回娘家。长辈收到这个都高血压不行，超不行哦。他现在也是努力在经营他的 Instagram， yes。那你经营他的原因有原因吗？因为我觉得业配啊或什么这些，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然后爸妈把我生那么好，我不能辜负大家的期望。对对对，观念正确。对爸妈了，没有对自己很有自信嘛。哎，罗伊塔，我觉得这次应该算暴力或危险组织。那我刚刚已经先检举垃圾讯息成功了，那我再为什么检举一个？因为我觉得他，你说你看在厨房穿这样真的不行，这是教坏大家。会喷到在厨房这样会真的会喷到。可是我觉得你本人很美，很像仙女下凡，你跟李易都一样。那我打手回来，谢谢。志气没原则啊！不过要原谅洛丽塔，十年来她第一次被称赞，好难得哦。刚刚我在后台看到她，我就想说哇，有仙女走进来。哎，其实她人真的很不错哎。你开始拍这种，大家就先收回。她本来不是走这种路线啊？什么？后来发觉哎，这涨粉很快哎，真的吗？两个月前才开始拍性感照，然后涨粉涨了5万。哦。都退我追踪，就是现实。对呀，啊，因为我们看了也是会难过嘛。对啊，除非你有买雷戴斯。啊，网路节目找他去，终于找他上节目了，因为拍这些嘛。他们想要贴胸贴的游戏。什么意思？就是他们说，哎，你尺度这么大，那我们玩贴胸贴，然后跟你玩游戏，就一些网路的节目，这就是一个很体贴的游戏喽。太体贴了，真的贴胸贴，我不知道怎么玩的，这样怎么？这怎么玩呢？你说还要你贴着胸贴玩？对，但是我没有去。真的觉得要那个吗？要检举？我刚刚是已经检举了，但是就是有点后悔，我再回去我会写信给 IG 跟他说，你这样真的不行啦。没有没有，我要检举他一个啊，怎么？你一定会同意检举他说谎。他没有说谎。夸奖你还不说谎啊？几年来我想找你的优点，真的没找到。你看还打我，有没有？罗丽娜很淡定，你看你爸啦。对呀，你赶快跟我阿妈讲啊，阿妈给你看。这个不是哥哥吗？兄妹啊。对。说谎，说谎，他说谎，确定说谎。哦，谢谢可爱的瓜莲，好不好？干莲，谢谢。谢谢。哎呦，我今天辣成这个样子了！再来这位真的是哇塞！他连名字都让我们有遐想。没错，小叶叶，小叶叶，然后他写的是什么呢？成熟的样子，完全没有写内容，全部都是他。以前有李丽珍不是拍的个电影《蜜桃成熟时》，我来红极一时，对不对？来，这个有没有？那麻烦瓜莲帮我们撕一下板子。1、2、3，用力！成熟，哎，真的，我发现我从来没长大过。什么叫成熟的样子？这就是成熟样子，看出来吗？就是穿 Jocina 的衣服吗？但是这是 You can see me， 1、2、3，这七个里面了，图文相符的，他就是他展现他成熟的韵味嘛。对，他终于成熟了。这个天竺鼠 biu biu 也没错，天竺鼠终究实际上就是天竺鼠 biu biu， 是。然后抓到杰尼龟也没错，他就是真的。杰尼龟，一起来欢迎小叶叶，欢迎。哇，他身高只有158，但他身材是32 F 24 31。哦耶！炸期了啦，炸期了，哪里成熟？你好，你好。那这个 IG 呢？这个目前正在经营啦，好不好？刚刚在经营没多久。刚开始9:40。本身的职业是 coser。对 ，coser。coser。
会拍一些写真，然后卖一些周边，然后现在是有要规划自己的实体写真来卖。他年纪很轻，他只有20岁而已。你才20岁啊？爸爸妈妈不会骂吗？不会不会，他们很支持。我吓一跳。对，他们一刚开始会反对。妈妈也拍啊。说不定很年轻啊，不会念你两句吗？哎呀，你这次穿那么少，对呀，那么烂。他们一刚开始会反对，然后但是看到我越做越成功之后，他们就慢慢的在支持我，然后甚至会带我去拍照。哎，可是你得到家里的同意，他爸妈应该也很年轻，我觉得对，一定是哇。哎，你这个都已经就是在危险边缘了哎，哇，那这是。这摄影师是男的，就瓜嘞，那个游戏被他接走了。我的顾客他是男生，因为我们已经配合很久了。你的顾客，顾客，固定摄影师，固定摄影师，你不要再缩写了，我们学都学不完了，顾客，不要再缩写。拍的这性感照，他还是有他的困扰的啊。同学，因为他念书嘛，对，会闲言闲语，你在讲什么？对，就是他们会说，就是为什么我现在明在念书，然后就一直去拍一些什么内衣照啊？对，你会跟他们反抗吗？还是你会？我就随便他们讲，对，因为毕竟喜欢我的人还是喜欢我，讨厌我的人还是会讨厌我。哦，正面的想得开，因为尤其你们这几位要特别注意，辣妹们，所谓二八理论。80%的人喜欢你 ，OK 了，你要留住那20%讨厌你的人，他们才是你真正的动力。哎，那如果80%都讨厌你的话，怎么办？只有20%喜欢吗？只有20%。对对对，我在帮露西派问。哦，是吗？那也还好，因为他这样加起来差不多就8个人讨厌他而已。还行，过得去了。就好好经营他20%。对对对，就那2个人，那2个该不会就是你们2个吧？对对对，还有姑姑男朋友。因为他拍性感照就跟他分手，这真是他理由哦。那个时候就是不管是我拍性感照片还是我包景点的照片，他都不喜欢，他就觉得说我只要待在家里乖乖就好了。对，就想说为什么要出去抛头露面？时代不一样啊。对啊，他那什么 old school 女人撑起身边老派，工作你有宅雕你养我啊，对不对？对啊，还是他很有宅雕。没有，就是他那个时候，因为那个脸没有，他没有的时候，没有，也只是一个普通的穷学生。对啊 ，He doesn't have 宅雕 ，No。你们有遇过有宅雕的吗？你们有吗？那你可以吗，安西？他跟你说好了，以后都不 po 了，全部撤掉，可以接受吗？不可以再拍天竺鼠。但他有宅雕哦，例如说都可以，一定可以养活你的，什么都 OK。可是我蛮喜欢，就是天竺鼠车，我也喜欢。我太喜欢了，明明是卡层，但是我应该会尺度会再收回一点。对啦，就小女为悦己者容。但是他没有办法，已经回不来了，他们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呀，对不对啊？网络上面 IG 上面很怪哦，今天露一下，哎哦，点赞数就很多，高，他没有就有一点点，所以他变成已经氧化了，有点病态哦。好了，我觉得他好像不用检举，哎，他也 OK 吧？对啊，是。其实对他也没什么意见，我觉得他照片也算是图文相符了，就写真集的概念，单纯有一点不喜欢这样。我觉得你可以 hashtag John Cena， 我就接受。学到你。我觉得哦，他年纪太小，舍不得，对不对？对，舍不得又奈何，人生就是要面临选择嘛。感觉就是图文符，然后又是拍写真的概念。你男朋友会干涉你说你穿太性感，像在我们节目里面穿那一件没有内裤的那一件，想的呀。不会，他连他把内裤腰带挂脖子，他都不干涉他了。他有什么好干涉的？他男友能跟他在一起就很不错了。对，你到底有没有男友？你是骗我们的。我有，你们在看过？他们很固定，很好，很好。固色，他也是固色。对，我有固色，确定有固色。对，哇，大家可以看我 IG 都是固色帮我设的。固色帮我。今天聊了好多固色事件，对啊，固色事件，帮我摄影他，对啊，没错，我们没想歪啊。好，谢谢我们的小叶叶，加油。谢谢。好，接着下来这位大家是一个大熟人了，对了，也在我们这个综艺节目里面熟人了，对啊。但是他的 IG 到底长什么样子呢？郭鬼鬼。好嘞，鬼鬼这个上面写的星期二鬼子肚子饿 ，Coffee Tea or Me， 台南美食啊，台南美食都能扯到郭鬼鬼，这就是台南的朋友是吧？一起来看这张照片，一二三。哇，是
寿司，我们检举了啦！这个必须直接检举了啦！哎呦，对对，虾卷虾卷是虾子对不对？是虾子，是台南美食的，这真的是虾块呢。我们确认了，我们确认拍这些是真的要用心思的。要找场地，要脱衣服，要找食物摆上，而且虾子很刺哎。一起来欢迎郭鬼鬼出场。35 33 35 33，哎呦，太短了啦，太短了，出来竟然给我骄傲脸呢，厉害，他超骄傲的，哎，有这样子有什么好不骄傲的？也是也是，对呀对呀，哎呦，快60万的粉丝，对对对，然后你经营就是他变成，因为他的这些照片，他已经慢慢的有通告啊，还有什么的露出，这就是他的目的嘛，是不是？露出，露出，对，而且我还可以顺便的提倡我们台南美食，你看看不清楚美食有没有很可口？我在有没有？没有，我没有在台南看过这样一整只红彤彤的虾，没有没有，你有本事你就放米糕啊，然后吃墨鱼糕，我有放蚂蚱，牛肉棒。你有种放牛肉汤啊，有种放牛肉汤啊，那太烫了。你到底是那当天你在想什么？我就想要说，反正我是台南人啊，那我家离虾卷又很近，那是不是来提倡一下台南美食呢？对 ，OK， 对不对？我们台南人，你了解了解。哇，好吃！对对对对，你台南就台南，不要我们台南。台南人的逻辑是什么？对，这是什么逻辑？他以前走红是因为那个洗车啦，对，哦，一个比基尼的那个，我因为洗车跟宪哥有过一段的，真的假的？真的 ，OK OK， 慢慢完成他的一个理想啊，上上电视啊，哎，你看关庙凤梨，你有本事一样这样拍啊，你就把凤梨摆在这里啊，台南人放在身上，这一张有上过新闻，因为那时候就是大家提倡就是要支持农民啊，然后我家住台南。然后关庙很近，我就直接开车前往关庙，然后跟我爸爸一起去。所以这张照片的摄影师是我老爸，酷色爸爸。哎呦，穿看，该不会也是爸爸拍的吧？哪里有衣服？我跟你讲，他这个是讲一个那个故事给大家听，所以因为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国王故事的内容是什么，他这个就讲出来，对，很有寓意的。男朋友偷看你的性感网红照。哦，这是因为之前的男朋友都会晚上偷看那种某一些就是特别剧的网红啊，因为就这边这边的是一个啦，对，偷看他们，对，都是名单内的哦，知不知道？知不知道？天竺鼠，然后你就决定要，我就决定，那你都要看别人，然后现在看我就好啦，对不对？不是啊，你身材这么好，他有什么好看别人？我不懂哎，他这种是一种分享概念，交往前都会跟你说你好正好大，穿这样好棒哦。但是交往后，他就跟你说：“你给我长袖长裤，不准这样出门。”新女性宣言：套头毛衣，套头毛衣穿起来。他就去追踪那个套头毛衣啊，安心啊，天竺鼠车车啊，杰尼龟，我气都气死了。所以不如就看我吧，那我就开始了。OK， 了解。你为什么跳过 Lina 没讲？哦 ，Lina， 我真的太害羞，那个中洞大开。哦哦，中洞大开。我下次找你去健身，我们就做这个开胸运动。哎呦，哇！这个是来拓毒的呢，是不是本身是黑道啊？我们可以一起啦，但是他，我们干嘛跟你一起啊？来干嘛？宁愿是真小人，也不用伪君子。人家讲明了，我就是我展露我美好身材，但是我有我的目的性，我是要增加我的业配，我是要增加我的粉丝人数，达到有一个商业价值。人家是有才能露，你们两位怎么来啊？我觉得你最性感的拿出来。虽然说鬼鬼真的，他今天有拿。但是我对于他刚那张国王的新衣的照片，我很不满。我们可以那张我非常的不满，所以我要还是对掉，我不要，我谁要跟你对掉啊？你傻眼，他羞辱我，他羞辱我啦！检举，这个要检举，这个要检举，他羞辱我，我们网友会仇恨的言论，会欺凌你，欺凌你，骚扰，欺凌骚扰，欺凌骚扰，仇恨言论。检举成功，检举完了哈。好了，网络上面的文化大家看看就好，好不好？那也希望我们用一个比较。
平稳的心情。不可能，不可能。没有，我一直都是静如止水。不可能，不可能。心如止水，心如止水。不可能，那是林心如的事，不干你们的事，你们都没有办法。好吧，在这里也祝福他们每一位，有他们的想法啊，然后可以有一个。你不要讲一些虚话，好不好？好好的做一个 ending 啊。一些回家的时候可以路上小心。好，行车平安。好吧，再次谢谢他们，谢谢。谢谢，小明大哥。红色订阅的字样，把它按下去，那就对了。那订阅之后呢，这颗按钮就会立刻像现在这样出现小铃铛。小铃铛，记得这个小铃铛你也要给它按下去，就能收到我们最新影片的通知喽。赶快去。